最近呢，这个天气经常下雨，已经好久没有像样的日落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来一点宅家的活动，拍猫片儿，总结一下我最近几周的拍摄经验，分享一下拍猫用什么设备好使，还有呢，就是我在拍摄这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相机是如何设置的，给大家做个参考。特别是这些视频的素材啊，我都是通过相机直出的拍摄效果。那如果我这台老的 XT3 都可以做到，那么您手中那些更新的型号肯定可以拍出更好的效果。通过实践呢，我发现很适合拍猫的镜头焦段是在35到60毫米之间，也就是富士相机的23到50毫米的镜头。因为咱们平时拍猫的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也就不到1米吧，半个手臂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镜头大于35毫米的焦段呢，会拍到太多的环境，没有特写突出猫的感觉，画面的构图呢也会显得比较的杂乱。而太长的焦段，比如说85毫米以上，需要在比较远的距离去拍摄，但是小猫一看见我呢，它就会跑过来，所以当它靠得太近的时候，较长焦段的镜头呢就没有办法把猫给拍全了。所以我手上这三个镜头里边呢，70-300这种长焦啊就很不好用了，光圈还特别小，很容易拍虚，根本就追不上猫，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有用过这只镜头来拍摄，只有偶尔它在这个窗台，我在远处偷拍过这么一回。相比之下呢，中焦段的变焦镜头啊就要好用太多了，特别是拍视频的时候，所以我这98%的视频素材啊都是用这个1655拍摄的，可近可远，一拉呢就能拍到一个特写，非常的方便。但是它的缺点啊就是太大了，细心的小伙伴呢应该已经发现了，我最近呢偷摸买了一个27的饼干头，其实买它有很大一个目的呢，就是拍猫的。等效焦距呢是40毫米，焦段适中，比这个35啊稍微的窄一点，比50呢再稍微的广一点。想拍特写呢就离着近点，想带点环境啊就往后退2步，属于一个特别舒服的这么一个拍猫焦段，我呢个人是非常的喜欢。总结来说，拍猫啊不一定要大光圈镜头，焦段只要能覆盖这个35到60之间就行了。拍视频呢，变焦镜头是最好用的，一定要记住了，用这个自动对焦的镜头，手动的话呀真太慢了，根本就抓不着。视频中大多数的照片呢，我都是使用这个光圈 f2.8 拍摄的，因为想要背景稍微有一点虚化，过滤掉家中比较杂乱的环境，让猫看起来更突出，画面呢也看起来要干净一些。近距离的拍摄呀，最好不要用大于 2.8 的光圈了，否则景深呢会严重不够。您看这个很近距离拍摄的时候啊，F2.8 就已经是鼻子清楚，耳朵跟胡子都有点虚化效果了。那一般的镜头最近对焦距离呢也不会太近，所以这个 F2.8 的光圈呢足以应对大多数的拍猫环境了。我呢也试了一下这个光圈 F4 的效果呢，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这就说明大多数的镜头都能够满足拍摄条件，不是一定要大光圈的镜头。由于小猫的动作呀特别的快，能够顺利捕捉下来呢已经很不容易了，使用一个合适的快门速度啊非常的重要，否则呢就会虚成一团。我在拍摄的时候呢总结出了一个大概的规律供大家来参考。那小猫在跑着玩的时候呢，我用的是1/500秒的快门速度，但是由于家里的空间啊并不是特别大，这猫跑的又太快了，所以大多数时间呀根本就追不上，所以呢使用这个快门速度的频率并不是很高。大多数呢我都是拍的是趴着或者是玩玩具的时候，所以用这个250秒啊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拍摄需求了。如果是趴着不动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我可能还可以把它降低到125秒，或者最低呢可以达到60秒。当然这些呀都是建立在我这台相机跟镜头没有防抖功能的这么一个前提上。那如果您这个相机跟镜头都有防抖，那么太好了，快门速度的数值啊可以再稍微的降低一点。总之不拍虚是咱拍猫的大前提。想要提高这个抓拍的成功率呢，其实您还可以考虑使用相机内的一个高速连拍功能，但是它的问题是
啪啪啪这一通乱拍之后再去挑这个片儿啊，实在是太头疼了。所以我呢也是很少用这个抓拍功能的，但是偶尔想要抓拍某一个快速的动作，哎，这个高速连拍功能还是非常有用的。ISO 呢我呢设置为自动了，因为抓拍小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就不用再想着这个光线亮还是暗的问题了，手动设置 ISO 肯定来不及，让相机帮咱们自动判断曝光就行了，释放双手提高成功率。测光模式呢我选择的是平价测光，对焦模式呢我选择的是这个 AF-C 的连续对焦模式，对焦点呢我推荐您使用这个区域对焦。您看我把这个画面当中中间靠右将近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积啊都设置成这个对焦区域了，这样在拍摄小猫的时候啊，只要它这个头在这个范围内出现，相机呢就可以自动的寻找对焦点，横拍竖拍都特别的好用。用这套参数去拍摄呀，特别的简单快捷，甚至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不用再调整相机了，您试试。为了减少抖动呢，也是为了释放一只手去逗猫，使用这个桌面三脚架去支撑相机啊，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呢用的还是我这个平板支撑，虽然这个球形云台它在调整角度的时候比较的麻烦，但也算是把手头上已经有的设备充分给利用起来了吧。有了它之后呢，拍起来确实是方便多了。平时啊，我其实很少拍视频，但是有了小猫之后呢，我发现这照片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了，因为小猫的每一个动作呢都太可爱了，我想把这个整个的过程都给拍下来。现在我们家这个猫啊估计给我烦透了，总拿这个相机对着它。下面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在拍视频的时候相机是如何设置的。光圈呢还是用的是 f2.8，保证亮度和景深，视频啊稍微带那么一点景深还是挺漂亮的。快门速度呢60分之一秒，因为我拍的是这个30帧的素材，6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啊，有的时候我拍完照片马上切到这个视频模式接着拍不变。 ISO 呢这回啊绝对不能选择自动了，否则这个曝光呢会在您拍摄的过程当中自动的调整亮度，一会儿暗一会儿亮的，所以 ISO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需要根据画面的亮度手动来调节。我呢发现这个稍微曝光过度一点点的效果呀要更好看，当然这也有可能得看这个猫的花色，深色的猫呢咱就曝光亮一点，浅色猫咱们就曝光降低一点。白平衡呢我选择的是自动白平衡，现在的这些数码相机啊在自动白平衡上的判断简直是太准确了，基本上拍出来的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在富士相机里呢有一个功能叫做动态范围，我选择的是200%，那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降低高光提高阴影，把这个对比度啊变得稍微的柔和一点。因为是直出视频，咱们不会去做后期调色，所以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呢就稍微多下点功夫设置这个动态范围呢，可以让画面看上去更柔和。胶片模拟呢我选择的是这个我的最爱影院模式，也是属于这个颜色比较柔和的色调，那刚好搭配200%的动态范围，我觉得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呀还挺好看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这个猫太好看了，哈哈。拍摄视频啊就更需要防抖了，但是我的相机呢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支撑系统对于我来讲呢去拍视频就必不可少了。由于是这个拍摄角度比较低，所以桌面三脚架呢放在地上就足够可以应付拍摄了。当然我也试了一下用稳定器，那除了一些比较高的角度俯拍，还有把它支在地上也可以做一些小范围的移动拍摄，那效果呀肯定是要比放在地上不动要稍微的有动感一点，但是呢成本也会比较高，移动和携带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啊大多数的这个视频素材呢我就是放在我这个平板支撑上往地上这么一放就拍了。我发现这个拍猫啊也挺讲究时机的，通常在这个喂食前拍摄，一边陪玩一边拍效果呢会比较好。像我们家这小猫啊它下午3点有一顿下午茶，那么在2点左右的时候去拍摄呢它最有精神头了，吃完东西一般就容易打蔫想睡觉，不愿意动换不爱玩，所以这个拍摄小技巧一是吃饭前拍效果更好。拍摄小技巧二，
45度向下角度拍摄呀，猫会看起来最漂亮。平视或者是往上仰视啊，有的时候容易出现双下巴，脖子上这毛吧，它就平摊了，很容易显胖，看起来呢也有点凶。但实际上每只小猫呢都是很可爱的，找到最佳角度拍出您家小猫温顺的样子吧。技巧三，使用静音快门。猫对声音啊是非常敏感的，咔嚓咔嚓的那个快门声让它很烦躁，用静音快门在不经意间去拍摄呢，效果更好，对猫也更加的友善，偷拍还不容易被发现。技巧四，早上9点和下午1点到3点之间啊，家里的光线呢是最好的。室内虽然看起来挺亮的，但实际上呢，它比有太阳光的那些地方看上去还是属于暗的。所以当有太阳光的时间段里边，家里的这个光线反射呢会更自然。如果是阴天或者是夜晚，咱们打开灯的这个房间啊，它拍出来效果不如白天。有灯的时候显得很生硬，画质也会变得很差。技巧五，避免直射光线打在猫身上，这会让猫毛看起来啊非常的生硬，颜色也不好看，和实际的毛色呢还会有一点差别。傍晚日落前的这个玻璃窗呢是拍摄的绝佳机会，光线呢会很柔和，光比小，猫毛看起来漂亮。我们家呢刚好有这么一个天窗，中午的时候呢阳光会从上边照下来打在地板上，这木地板啊它反射出黄色的暖光，拍出来照片呢就跟打了光似的。但是您要是把这猫放在这个直射光下边，看起来就有点吓人了。前些日子呀突然想有只猫，于是呢第二天就去这个领养中心了，本来是奔着另一只小猫去的，最后呢却误打误撞把它给领回家了。领养的时候还挺忐忑的，因为这个记录呢是显示它被上个主人领走之后呢只有1个月就给退回到领养中心了，理由是到处拉屎撒尿。领养中心的人呢也是各种给我出主意，说先关厕所里让它适应一下，逐步引导它再用猫砂盆什么的，总之让我想好了再带走。我呢也做好了无论如何都会接受它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没想到到家刚打开盒子呀，人自己就跳出来了，然后就开始熟悉环境了，完全不认生，当天就直接睡在床上了。一开始呢确实有上厕所的问题，我呀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每次他在猫砂盆里边拉屎撒尿了，我就奖励他两颗小零食，这样反复试验了有这么3个星期吧，问题基本上就都消除了。当然现在呢我仍然会奖励他两颗小零食以示鼓励。自从有了这个小猫之后呢，我的生活变得超级的充实，每天都很开心，非常的忙碌。虽然睡眠质量变得飘忽不定，但是幸福指数直线飙升。做这个视频纪念一下领养这只小猫2个月整。对了，它的名字叫 Mochi， 10年前就为它取好了这个名字，我感觉还挺合适的，它呢注定是我的猫就对了。这小猫吧不是想拍就能拍，您看这么会儿功夫人就不干了走了。感谢收看这一期和旅行没什么关系的摄影视频，最近呢有点疲惫，换个心情重新面对生活和工作。感谢收看，我是艾迪，我呢只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人像摄影肯定不会有。目前呢我专注于旅行摄影，主拍城市风光和建筑，欢迎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一起玩摄影。